王一博，你会在网上搜自己的名字吗？会啊，你会看到别人说你吗？说你什么呢？印象最深的，我看到有人说我跳舞不好。What？ 啊，你跳舞不好，还有谁跳舞好啊？真的？然后你会回复吗？我没有回复，就好好好好好好，我以后不要逮着你，知道吗？哎，就是这样啊，就是想引起你的注意。是，对，我经常搜。